童子蟹。麻辣大虾。睡前这个是熟的。一共11种啊，你们随便拼，然后下单备注这个是厂家发货，都是这种小盒包装的。我推荐你们尝尝这虾和这个小螃蟹，挺好吃的。这个蟹钳是熟的，咱们家那个是生呛的，跟那口味不一样啊。然后下单一定要留言备注。